咱今天做个油条，香酥可好吃。是俺这，这是一斤面，里边打了鸡蛋。两颗小苏打，两颗泡打粉，加点盐，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，用温水和面，这面条叫它软一点。下手给它揉成面团。这都中了，揉成这也都中了。盖上盖子加发酵两小时，桌上抹点油，等这面都发好了，把这面扒到桌子上，这肉肉排排空气，像这也给它调整成长条，给它难别。给它切一字半宽的条，拿两根面条落到一堆，用筷子从中间压一下，这都可以啊，放一边摆用。油热，把这油条转成下锅。多给它翻翻，挑大挑大，它都膨胀了。油热，把这油条下到锅里。像这两面金黄都可以出锅了。现在这油条都炸好了。你看这虚软不虚软？